我们现在要去处女瀑布，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，各位看一下啊，青山绿水，太棒了、哦。去年森哥也带了一团到三峡满月园，那今天又带一团，大概有超过一半20位第一次来，那能够来到三峡满月园是各位的福气。这边你看外面非常炎热，但是到这边啊非常凉爽，我看这边的气温啊大概超过20度左右，非常凉爽，真的好棒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处女瀑布，非常漂亮，500公尺，但是要爬一点山，爬一点阶梯的，所以各位要加油哦。啊，来来，没有来，还没来啊。来，我们先走了，我等他们了。好，来走了，这个有一小有一段路哦，要爬坡。森哥带着我们的小音响，一路上有音乐陪伴。早安。早。哇，今天人好多哦。祝梦啊，刚才碰到一位曾先生，他住板桥，他来了100多趟了。嗨，到了，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加油！各位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树木好高大哦。哇，这里分高金超多了。哇，连小朋友都来，大家好，我们从苗栗来的，有几个人来？一部游览车，有，不会，一下就到了，我们要爬到上面去，500公尺，当然看到瀑布，漂亮瀑布要加一点油啦、啊，哇，对，很快就到了。哇，今天小朋友都来了。你怎么变了？你们刚回来对不对？很棒哈、哦，有水吗？很多水吗？很漂亮。来 ，Go， 走了。不能停哦，爬山哦，不能停。停到10秒钟，1分钟做多了。这边有一个凉亭。哇，棒哦！
会爬到上面去。加油加油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官员加油，我在后面跟你加油加油。官员你第一次来吗？真的、哦、那你今天来就赚到了。到满月园这边，那个心情要放轻松啊，要用讨喜欢乐的心情，这样走才好玩。你看小朋友都来了，好棒哦！哇，在树林，在昏天金多金多的。哎，陈丽花加油，杨顺福加油，好嘞，还有一段时间 ，Go。